养的吗？我拿毛笔都拿得唔到。哦，即系又要转噶，老师转住。系啊，我知道系咁噶，但我做唔到噶。哎呀，未试过，未画过。画咯。你系咪？用张细细纸画咪得咯。系咪要跟拿毛笔一样的嘛？系咪？你看。好大风，估唔到今日咁大风，我出嚟先知，系咪？你又咁做才得啊嘛？咁我扭翻嚟 OK 咯。第一个，你某人说唔系树，佢还是树，但系你就觉得佢系冇嗰个质感。你而家现在人话都系呢些嘛？系咪软皮皮冇进去的嘛？系咪？那你画一个老鼠，系咪？你画一些老鼠，老鼠干佢咁走的纹，你要给画出来是它吗？突然间咁一走，咩都冇了，系咪？你说你这道画的过过水，力度深浅，你画一些山，你还没跟毛八爷一样吗？你不能干嘛吗？还没？那你干嘛来讲，你没过过质感吗？还没？那你画一样的吗？那你一个就轻了吧，你看。画到一些了，你还没有让会出来啊，这个分量啊。是吗？你要这么走吗？这边的分量重的。是吗？这个石头吗？是吗？一些石头吗？是吗？这个石头从这个石头里走出来的水吗？是吗？你要有力气才大个，好吧？那水就是水嘛，水就你不能说，第一个买水嘛，那你水你还没有，还没给你头发长梳头也痒的嘛，哦，好吗？咋个么弄？就系质感错嘛，系咯，系咪？蹲错，清着了吧？蹲错，蹲错，看到啦？错系轻啲嘅喎。啊，错嘢，错指甲。你蹲还咁蹲，你错还是咁错啊？行唔行啊？你过把错还是咁一个面，上面有过，系咪？坑坑嘅。系咁错啦嘛。系啊。哦。你蹲还咁蹲啊？蹲系蹲。系。错系。那你就是意思就是说，你蹲还有呢个，你错还呢个。哦。系咪咁道理啊？错不听。你错。蹲。蹲。钝就比较用中锋多啲嘅，多啲钝系中锋多啲。但系你要把关键是呢个包法面都明啦。关键还是嗰个长与短的问题。好，钝咁长，错咁长，系咪呢只冇理啦？所以要把呢个搞清，我哋老师错咗啲，钝长啲，错短啲。哦，好吗？然后那边，你看刚刚对就可以。哦，好吗？我即错开。那你就错开呀，就行。咁系啦，都系错开，唔系即咁就变咗两边都有嚟。
系咪咁做啊？嗯，系咪佢要阴阳？嗯，有顿挫，为咗阴阳顿挫，嗯，冇顿挫就冇阴阳。哦，系咪？系啊，呢个最难掌握。阴阳，顿挫，嗯，冇，你看阴阳，阳，呢个叫顿挫，顿挫。所以你四个都分不开。嗯，好吗？阴阳顿挫。哦，原来咁。意思就是说，一阴一阳，一阳一阴，就是边个长边个短，好吗？你去找吗？嗯，总之有阴阳。总之要有阴阳才有顿挫。OK，OK，OK。好吗？没阴阳，顿挫出不来。明白。